好的，各位观众们，今天台湾时间的5月2号晚上的11点35分，从今天开始，本频道不定期观察红牛积分赛前四名的，不管你是谁，都可以保送到西班牙参加第七届的红牛杯大赛。哦，所以我们的台湾3000家。你们可以不用看我转播了，因为照你们的逻辑来说，应该是要比我强上100倍嘛，应该是要去开游戏打红牛杯了。想问一下，什么时候熊打16强？OK，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。聊天室的置顶那边应该是有写得很清楚。好，请问主播最快速度冲城堡开 3TC。黑暗封建多升几村先农一下，差别在哪里？哇，这个你可能要留言，我要请选手跟你回答。我要请选手跟你回答，因为我回不完。阿雄的比赛在这个周末礼拜天晚上5点跟晚上10点要打督军杯跟海上霸主杯。好，JUN 晚安。诶，这个你要说是天梯吗？严格说是天梯，可是它是有时间限制的，所以它就是一个赛季。啊，熊胜率多大？不知道。诶，这图是什么？地峡图。诶，好啦，诶，你们先不要问我问题啦。明艳玩这个封建我都没看到，漏看了。好，这个又是一个新的图，来先看一下。中间有一个金字塔，有什么特色呢？黄金很少啊，哇，这个图黄金很少啊，黄金很少。Viper 是萨拉森，一上来就给我卖石头了，然后双马厩，海上有吃鱼，复合式地图，有海战吗？沙僧打海战，还是中间金字塔？这张图黄金很少，看起来不多，没有到很多，所以说黄金国吃黄金的不好用，不然就要快快决战。这张图有海，有路，中间还有个金字塔，遗迹一颗在中间，一颗在后面，一颗在这里，总共5颗。保底两颗属于自己的，也算是平均。这图蒙古能出哦，我从第一盘播到现在，每一盘观众都说这图蒙古能出。哎，聊天室，你们的那个建议我是真的会拿来听，但是不要每一盘都蒙古能出。这个图蒙古不能出啦，这个图蒙古不强的啦。草原骑兵下修了啦，打一套的不行啦，这个没有啦，这个真的没有啦。哦，你们每一张图都蒙古可以出，那我也知道有些不能出啊，歌德不能出啊，因为那每一张图都很烂啊，我的歌德都不能出，哦，我的歌德都不能出，我只要不要提到这个歌德就好。波西米亚我觉得可以。不过我现在在想，这个初步认识这个图的海有点大片，它的海有点大片，所以它是不是有点类似那种能陆能海的意大利什么的？沙拉森可以那种，阿不列颠的话也很强哦，感觉上，因为中间卡什么？中间这里算是阵地战吧，因为你资源点黄金不多，你要能牵制中央，你要能拿到中央。才能来打 Viper，哦，Viper 同理也是，啊，如果中央没有拿到，你剩海战，可是你运得了军师过去吗？你要在这边比地，有点难度，而且它还是一个低地打高地，沙滩打这里上面是什么民房，两边都一样，所以是一个防守图哦。我有灵感了，这张图防守图，这张图不好抢滩呐。登陆也没什么用，其实。那看起来是拿中间，先归类在那个黄金谷之类的。但是这个黄金谷一点都不黄金，哦，一点都不黄金。
好，这张图看起来就是阵地战了，海上阵地战，海上阵地战，好，关键词。哎，我觉得这次的图很好看哎，我不知道什么，拜暂停一定是可以的，这个图就一脸拜战样啊。拜暂停历史上的地形不是也是长这样吗？有海有路，然后又窄窄的。哎，这张图拜暂停的图啦，啊，找到了。其实这个就是拿地理的那个图来做的啊。好 ，Viper 3 TC， 葡萄牙应该没有，因为黄金太少。你要打前中期。我先归类强势工兵国跟类海战的可以，先这样归类。然后我认为这张图海上是辅助，因为中间的主干道是陆，它不是波罗的海，所以我认为现在目前看下来是海上三分，陆地七分的图。这很像武藤游戏头上戴的那个眼睛哎。法老王是不是？谢谢明艳75块的赞助。CD 我二是我从6岁玩到24岁，那你还算是年轻人。很开心韦恩有用心经营这个频道跟战队，小小支持一下。谢谢明艳，感谢你，欢迎加入，记得要放一下大头照哦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上下海是分开来的，所以其实你拿海能拿到什么？他也没有什么资源在这个岛上啊。欸，下面的海比上面的海香很多欸。他每一张图都是下面比较好吗？有的人种奶，有的人种腿，有的人在更上面种脸蛋啊，这张图都是种下面。哇，下面石头很多，千年积木啊！这张图有哲学啊，这张图有哲学。哇，真的好专业哦！哇，主播真的哇，啊，真的是红牛杯的图才刚出，笔记本满满的了啊，满载而归啊！他们现在也没打海啊，他们现在也没打海、啊。那现在打不列颠杀生全战矛，不列颠这个图我感觉上是很强的啦，一定强的啊，这怎么看都觉得不列颠强啊，为什么？他那个射程在这中间，你没干嘛，你就摆在这里，他一定要经过你中间啊。不是吗？你这张图一定要过中间啊！小孩子出生也是啊，要过那个产道啊。火腹就是等于是要来这里登陆了嘛，直接诞生。可是这里不好诞，我刚才有讲嘛，低地打高地，然后要有天然的屏障，这个是绝对不好诞的嘛。啊，所以一定要走中间嘛，几乎百分之七八十走中间啊。那这样不列颠跟鬼一样啊，伊索也差不多要跟鬼一样了。Viper 4 TC， 哎，我觉得今天的比赛都很适合剪精华，因为每一盘都很精彩。亚美尼亚，我觉得比较没有料。因为没火炮，阵地战也没到很强。拿亚美尼亚要一定拿到五颗，这个不可能拿到五颗，有的在后面。这个金字塔就是让你知道我千年积木这里，里面打一打会出武藤游戏这样。81村打87，
二木二农现在才点啊，杀生金加成没有啊。以前有评价过 Viper 杀生很烂啊，确实，因为他杀生也不再做战术的，都是纯农的，不太适合玩杀生。哎，中间这边被卡住，这张图没黄金，等一下就是肉马三攻三防加战矛去打不列颠的哦，一定是要这样啊，不可能出菜刀嘛，不可能出菜刀嘛，不可能出菜刀，也不可能出骆驼嘛，打不列颠你会出菜刀骆驼吗？那你剩什么？推炮。可是打不列颠推炮也没啥用，他战狼号，然后还有什么呢？我想想，杀生没黄金，等于说你重头什么工程器都不行。然后你后期已经看出来了嘛，就一定是战矛加肉马啊。这后期文明也没有格子马，骆驼不会出。萨拉森好像不够强欸，这个图现在便当哥是 34TC 在中央，这边金字塔是有血量的，但是你打不动它。 Viper 一样龟龟流龟在里面，点地网了。那等一下第一波打什么？93村的话有办法肉马吗？有肉马直接冲过去吗？结果他们连鱼都不吃欸，你看我刚才还讲73开。鱼是骗你的啦，鱼是骗你的啦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鱼是装饰品，跟刚刚那个什么沙丘拳完全不一样啊。这个叫做装饰品哦。哦，这张图鱼是骗你的，鱼是波骗你。哦，那这样子不是73哦，看起来哦。73也算是给他保守咯。那这样子我要归类伊索不列颠很强了。伊索不列颠啊，伊索不列颠啊，稳稳打就是伊索不列颠。哦，公国公国。I already told you. Okay, okay, you good, you good.102打10，现在这边卡一个房，现在压一个宝，陈汉玩，陈汉玩，中国不行吧？没有火炮不要，没有火炮不要啦，没有火炮不要啦。不列颠是例外啊，因为他有内建火炮那个啊。战狼号啊，没有火炮我感觉是不行啊。这个图感觉上是真的是来阵地战的。其实我不用回答他英文，他不是外国人。哦，是啊。哎、欸、，Viper 野宝，海上控住。哦，今天 MBO 吃 Viper 两盘吗？摸了十个小时，还是不太会玩庄园领主，真假的？可是最近没什么时间在玩庄园了，有啦，找时间，好，谢谢0905，我们看礼拜天中午有没有机会。哦，感谢你发问，居然有人要看我玩庄园领主，其实我也没有到很厉害啊，那种游戏不用玩很厉害，那个游戏就是来放松的。120村打124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先归类，它就是一个阵地战的图啦，好不好？我们先归类啦，好不好？啊，海上我们就先不要去评论了哦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附加价值哦，它就是等于说买儿童餐送玩具哦，
不要是买一百送两粒那种超级附加价值就好。好，那看起来是直接靠阵地战。哦，看起来是直接靠阵地战的图。那这样不列颠是真的很强。还有什么呢？波西米亚我觉得要摆上来，然后阵地战强的赶快。意大利哦，马来意大利还有什么？拜占庭嘛，刚刚不是有讲拜占庭嘛。土耳其吗？土耳其没有垃圾兵欸。土耳其风险性很高欸，我不知道欸，土耳其吗？要设定战术才能出土耳其。越南可以啊，朝鲜也可以啊。印度哦。欸，印度吗？哎，我现在首选不列颠，真的，不列颠好像有点香。现在便当哥银冠强弩三级防，什么兵都不用转欸。哎 ，Viper 转肉麻，这个局已经看透了，只是不列颠再狠一点怎么样？上个十强，然后工兵全部一整坨在中间，然后 MBOK 开始吃便当了欸，不是吗？他如果狠一点啊，上个十强，然后工兵站在这里，然后开始挂机，这样子。但这张图木材很少，不是中后期的图，是差不多帝王中期你就要决战，不然没木啊，木好少啊。这张图没有办法打后期。谢谢李伟伟加入会员，感谢你。我们的潜水观众，谢谢你，欢迎你在聊天室一起聊天。这边 VIP 肉马上来，三房有了，后面有火炮、战狼号，这边 VIP， 哎呀，这是不列颠呐、啊，哇，这是不列颠呐、啊，射程有银冠呐、啊，现在几压几？五加六了，哇操！哇操！不列颠这一次红牛杯也可以出了耶。这个文明已经是死了欸。欸，我觉得这次的地图一定是有国外的伟人在做图。做图的水准跟我一样很高啊。该有前期有前期，有后期有后期。要策略图刚刚也有看到。然后也把一些不能玩的文明也有它的空间出来。那我歌德呢？等下再观察一下。白皮这边垃圾海上来刚一下，达达人哦 maybe 可以，不知道，但现在我这个体感就是第一选不列颠，第二选来个什么伊索拜占啊，拜占啊，拜占啊，怎么看就觉得拜占庭很香啊，这个图垃圾海炉死你啊，这个资源那么少，木头那么少，百万战矛打你败战，打你不列颠。法兰克我可以跟你们预测绝对不会有人出法兰克，法兰克等到今年11月回来看有出法兰克的，我是觉得是不会啦，因为法兰克后期真的很烂，他那个阵地战很可悲啊，不要再法兰克了。这边打一波消耗之后冲不出去啊！哎 ，MPO 真的上十强哎，这一定要上十强的、啊，这一定要上的、啊。那个吃剑吃到饱哎，吃剑吃到饱哎！我靠，不列颠回来了，吃剑吃到饱！咻咻咻咻咻咻！哇，白嫖系列，哇，这里找到你的天堂了，红牛杯第七届。歌德保兵 counter 哦，那有机会打出来啊，那要针对啊，那要用针对式的、啊。
外岛资源有必要抢吗？现在看起来是没有人要去抢。不列颠有剑勇哎、欸，对啊，也不一定好用。哎、欸，我说真的，边边哥好像可以去睡觉了，他挂在那里就行了。然后那个战狼号就是自动攻击，按这个地板。为什么不出保兵哦？哎、欸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因为刚刚城堡才盖的，出兵太晚吧。这边不列颠最怕的大冲车来了，有机会吗？大冲车来，但是耗金 ，Viper 后面没什么金了，剩这样子。哇，这个图好像拜暂停哎、欸。我觉得是拜暂停欸，我觉得是拜暂停欸，金好少，木好少，拜暂停欸，拜战不列颠，拜战不列颠。The woodlight are well designed。欸，这个是我们国外的观众在 Twitch 吗 ？I agree you, bro. I agree you, bro. The woodlight are well designed. I agree. 这是图蛮平衡的。这边撞进来了，大冲车几台？五台。后面跟着 ，Viper 战矛，肉马。也是我刚才讲的配兵嘛，一定是要这样拿，不然没东西打啊。然后大冲车，大冲车，纸币啊，没有纸币。飞得掉几个宝啊？重点。哇靠，这个是在玩剧本模式吧 ？CBA 城堡兵大战吗？老英国是一定不行的啦，这没有金啦。这边大冲车，两个硬邦邦的在那边。哎、欸，这场是平推局哦，拔河之战。哇，地侠图好像很适合新手玩哎、欸，文明对了，没手速也可以赢啊。Hello, Andy Lau, 18 Thank you, welcome. You're welcome. 欸，我觉得这个图好像文明对了，谁都能赢欸。有机会欸。你看这个冲车出十台了，宝还没掉一座。Viper 后面出巨头。这边102村。但是 Viper 好像有机会推出去，他也200 P。而且他要打垃圾海，哦，但是没有木了，没有木了，没有木了。蟑螂哦，应该是不行，感觉上，哇，打不动啊，真的。打不动，太硬。出头车，解战矛 ，MPO 全强弩兵哎、欸，他也没肉马，也没几兵哎、欸，就这样子站在这里，太狠了啦！不列颠，哎、欸，这绝对是这十年来我看完一盘之后，我可以大声说，这就是你吃饭的地方啊！不列颠，英法战争，英法海峡。他这边怎么又是？哎，他刚刚怎么又是？哎，他刚刚工兵酬金？哎，红牛杯怎么一回事？还有体力值哦。拉弓拉一半，嘲讽哎、欸！
MBO 在那边提是不是？哎，但是好像提出事哦，没保嘞，哎 ，reloading， 哇，打得像什么？那个叫什么游戏？二零入侵哦 ，reloading。这整坨已经杀了97只兵了，而且不需要控兵，控那个拉弓就好了。这个谁来玩都 OK 哈，好像是哦，聊天室也会玩哦，啊放着而已啊，记得按兵就好。但是便当哥资源很底啊，大哥，你好像也没木是不是？比战损比了，因为那个牧区很少啊。那拜暂停一定 OK 啊，拜暂停啊，保掉了。便当本东出事，本东三个保掉了，便当哥三个保掉了哦。牧区在前线哦，啊 VIP 如果没有打出去，这里的村民有可能哇不列颠这张图最强的啦，最强的啦，哇这个你要请拜暂停来打了，哈哈哈。我觉得要请那个谁来打了，拜暂停了。哇，那个射程实在太牛逼了，那个实在太远了。现在这个张图已经确定他不会打到很后期，而且木材就真的很少，然后又有机会不列颠这样子尿你，莫名其妙你村民就要死几只。Viper 这里消耗的比较多，战损比50/510打437。哇，不列颠重返荣耀，这边 Viper 忍不住了，终于突破这个不列颠的射箭防线，三只肉马切进去，没有啦 ，Viper 没有赢吧？他还没啦，他没有大冲车可以出啦，他没有黄金啊。这边你给我说赢，血在流。没有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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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断木了，快断木了，夹住，战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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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夹住，冲车两台登场，扛一波。希望晚安。哎，刚 MBO 在那边。现在这边是 MBO 出弩炮战船来控海，控这个牧区。现在三台冲车，大量战矛往前顶。这一波 MBO 会吐哦，会吗 ？MBO 会吐吗？这三台冲车有机会吗？但是后面有这个长枪兵。打不出去，感觉上可以吗？打得出去吗？地盘都是尸体啊！那个不列颠的战神饼太猛了。Viper 这边有空兵，但是牧区没了，牧区没了，快没木。MBO 还有木吗？你也快没木。谁先没木啊？第一天就看到一个史诗级的 ，Oh my god！ 哦，不列颠有可能会输欸，我发现，因为那个木如果 MBO 先没，那不好说，不知道。等到没木不就是看农田吗？然后就转一波肉嘛，不是这样吗？但是 Viper 要先没木是一定的，他战损比较差。那拜暂停可以啊，一定是可以的啦。没木了 ，Viper 没有输，只是没有木而已。你再给他有木，他还可以再战三小。我没有醉，我只是昨天有点累，我酒量是很好，我没有醉，大概是这种概念。Viper 没输，哎，木材已经没了。
我要下集待续。哇，哎，是说实在，现在这四张图，我觉得都还算满意耶。我蛮满意，目前没有一些那种图一进来就知道那个文明很强啊，很白痴啊。还没打完，我看你们要打多久。不行啦，没有木了啦，真这样子欸。Hyper 这里也没有登录啊，他也在控木，谁的木头多掌握游戏。 MBR 又抽出一波鬼畜一波，你这时候还在抖，妈的，你是有可能会输的。 MBR 还在抖，哇，这个战矛也是蛮机体的。其实好啦，越南啦，拜暂停啦，如果遇到拜不列颠真的太无耻了，只能是这样了。不然呢，他这个强弩兵这样子谁受得了，这谁受得了，这谁 Viper 已经来这里伐木，他的伐木场在哪里。聊天室，聊天室，今天红牛杯积分才刚开始而已，已经抢分抢成这样子的，你的伐木场在哪里？你的伐木场在这里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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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！Viper 反推 ，Viper 反推，第一天就已经是冠军战级别了，第一天就冠军战级别了 ，Viper 反推。伐木工全部拉起来，因为我小孩出生拎杯要奶粉钱啊，奶粉钱还我。孩子在哭，孩子在哭。你好像没资源欸。MBO 140P。哇，不行了不行了，现在到底是谁不行啊？现在这边 MBO 你的牧区，你赶快伐木，你强弩兵没了。喂，我没有醉，我起来了，我吐完我又可以再喝了。100木的选择很重要啊，等一下来到那个新手村，来先开营地，我看一下四级的价格。哎，有金可以买木哦，有金可以买木哦。本东完蛋，会不会啊？哎，这一把给 Viper 赢的话，今天他神了耶！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今天两盘都很神欸 ，Viper。我觉得今天播到这里四盘可以嘞，差不多嘞，功课量很多欸。明天我要休息了哦，祝你们母亲节快乐。现在这边没木头了，没木头了，肉马切进来，哇靠！欸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以后暂时这三个月、这两个月啦，限时的积分赛要一直看了。哇，这一波 MBO 要输了，超级大逆转 ！MBO， 你刚刚玩到输，你还在皮那个强弩兵。MBO 往前走，这里剩下12只工兵、精锐霹雳部队，这边3只罗马上来贴，任何一只兵都有可能是胜负的关键，但是这战位非常多。现在这边排毒一波，看谁村民来，这里村民可以挡几下剑呢？这边肉马很多，转到食物区。但是这里几兵贴上来，两边可能都有机会，我不知道。
两边可能都有机会，但是 Viper 这里损失很多，这里54村站到最后一兵一卒了，站到最后一兵一卒了，站到最后一兵一卒了，强弩兵在这边进进出出，营地开始打一个 CSGO， 这边罗马切进来，全面在往上塞， Viper 的伐木场在这里，最远的伐木场最远的距离，我没有醉，我只是累，战矛兵往前压，这边落马这一波，姐姐，哇，我到底又看了什么？哇操！今天的红牛杯那个积分赛真是太精彩了啦 ！Viper 今天二杠零，他今天二杠零，小心小心，这次 Viper 看起来不是像一般天梯跟你乱打的哦，二杠零。哇，不列颠倒了，可是我觉得 MBO 应该要是要赢的，他刚刚在那边皮啊，哇，这场，哇，我没有什么好说的，哇，哇，哇，这个图，好啦，还要再看吗？好累哦，今天的局太精彩了。